啊，网友讲是比嘎酱还要好吃啦，不过这样看是很 juicy 啊，每一个都发亮了。有粉丝介绍我们呢，讲后面这档沙爹呢比嘎酱的还好吃，我不是真的，我们去看一下啊，这里是八度十八拉斯。阿德不，阿阳干冰，阿阳十八路啦，干冰零嘛。沙爹都是用炭烧的，火候十足。Thank you。看卖相是很顶哦，给大家看下去，这里是羊的，这里是鸡的啊。网友讲是比嘎酱还要好吃了，我这样看是很 juicy 啊，每一个都发亮了。吃下了干冰钱，那干冰价钱就比较高一点，这个是2.8块一只，很像羊的味道，一点点的烧味，然后也是烧到黑，有一点浓底这样。鸡的就1.2块一只，啊，就像蘸了酱，然后它的沙爹酱下面就是花生了，上面有一点红红的。它的酱就很香，花生味，它中间那里有一点点 fat 啊，最好吃的沙爹就是这样，还是带一点浓啊，有时就是要有浓才香，吃沙爹一定要知道这个饭啊，好慢一点真搞事，像那花生，花生啊，只要那个花生酱好吃啊，配这些料都是很不错的。还有一个吃饭，剁这个一层米饭，剁大葱，再剁黄瓜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配合，再沾那个花生酱，哎呀，辣出来了。接下来就是令它更完美吧，这吃法是最爽，它完全综合了所有的那个肉的味道。嗯，左一口鸡，右一口羊，啊，真香哦！这档是不是这里最好吃的呢？啊，你们自己来试一下。请你不顾不拉不不干，不干不吃了。平哥，没得事。掉掉哈里。今天你不是去？今天不拉不打混了是吧？42年了。42年了。